一山，嗯，我给你个事项啊，你看他就行。哎，我看你就行，你不用举着个拳头跟宣誓似的。我妹这花痴劲儿上来了就收不住，你别介意啊。不会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我对你有信心。我觉得张一山不能看上我妹，那是他没眼光。一山，别那么严肃，笑一下。我不排斥笑，但我排斥假笑，假笑我真笑不出来。哎，我刚才这抓了吗？我这属于真情流露啊。抓着了，特别好。我现在忽然明白了，这为什么男明星要比女明星有票房号召力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女生喜欢一帅哥就可以拉着男朋友去买票捧场，一买就两张。男生哪敢因为喜欢那个美女拉着女朋友去买票捧场啊，那不得打起来。有道理。一山，你成功了。好嘞。啊，先别脱。张一山老师，我能跟您照张相吗？您看我今儿穿的都同色，太巧了。啊，行，好。谢谢谢谢。我真是服了。挺好，挺好。哎，对不起，妹妹，后面还有工作，抓紧啊！好好好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。怎么样，可以吗？你好，那个，对不起，这张照片提醒一下。哦，我知道，不发微博，不发朋友圈，我自个儿留着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走了啊。其实我也是演员，咱俩在横店还见过好几面呢，就一直没打过招呼。那下回，下回就打招呼啊。嗯。哎，我其实特别喜欢您的戏。哎，冷静。还没说完呢，人家忙着呢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